假期收到了一个生日礼物，一块小金表，来自英国伦敦的宝石腕表 Lola Rose。 优雅复古的表身设计让我联想到19世纪的英国上流社会，女性盛装打扮享用下午茶的情景。英式下午茶是英国有名的饮食文化之一，而甜品司康则占据了其中的 C 位，据说女王奶奶每天都要吃哦。司康也被称为英式松饼，它的口感介于面包和酥饼之间。现在的司康多为小巧精致的圆形和三角形，然而最初的司康无论在做法和材料上都与现在有着很大的差异。它的前身是一种苏格兰的薄饼，使用未发酵的大麦或燕麦面团在石板或者平底锅上烘烤出来的大圆饼，直到19世纪中期泡打粉被用到烘焙中，利用烤箱烤制，司康才变成我们现在常见的样子。传统下午茶的司康一般会搭配凝脂奶油和果酱，再配上一壶红茶一起享用。参考视频的制作教程，你也可以在家自制美味下午茶哦。